那你刚刚又在看他的左手，是被咬啊？有吗？大概吧，因左为手，还看不到他的一只左绣手，花呢？嗯，按怎，它就会一直对，要摸，等一嗯，下看一下，对，反正咬也就是很快就好了。你怎嗯，么了？看一下，外伤是很快对啊。的，对。原来是三啊，枪，三枪在你里这三面。枪还顺便要抓一把，妈呀，嗯，巴林嘿，都不吃亏。嘿，他在警戒什么嗯，？Ricky 是不是在警戒？那边有人吗？头奶一定超好笑。那个表情，表情很有他趣，可以做表情，像天塌了一样。嗯，是不是那边有人啊？因为刚刚 Ricky 也在看，那边有人。相机上的。你说吧，真的吗？应该没事。还好，今天没有，就给松鼠晚上来吃哈。你不要紧张。哦，今天可能风大。对对，有点风。对啊，今天其实是冷，偏冷。所以 Ringo。有点风，我就说要避风港。嗯，对对对，缩缩在那个。这是风花吗？假包里自己就是风。对。他刚刚已经从里面跟花花追出来。Ringo 是土型人，嗯，假包里是风。嘿嘿。Ringo， 你跑几圈就不冷啊？嗯。你花花在冰雪。啊？嗯，脑袋的发展不完整，一旦建立一种模式以后，它不会变通了。原来是那个人道受伤了，然后呢把他赶进去，找丽婷就是可能要赶他们进去。然后我刚才去的时候，五万人聚进去，剩下人道在躲在上面，然后就一下子哎，那个非洲区的三个大哥进来了，进去了，对，他们就进来，他们拿了那个三只。